幸福思路的小编陈嘉祥为您现场来到整个甘肃张掖的丹霞地貌，然后在现场看到就是所有的真正的风景，来看一下，哇，非常非常棒。今天可以看到不止五彩山的颜色，还有包括蓝天白云，可以加上整个七彩的颜色，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所以前面的风景还是很漂亮的，可以看一下。OK， 好，拜拜。这边是最漂亮的。